我回来了。富贵，我是福贵啊。富贵啊，富贵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上哪儿去了？进来你怎么才回来？娘一直盼着你能回来，到临死了也不愿意合眼。是满仓和乡亲们送走的娘。从那以后啊，咱们凤霞就发病了，连续几天的高烧。烧退了以后，就什么也听不见。天上掉下来的，胡说，哪有这样的事儿？真的，大米、大饼噼里啪啦往下掉，胡说，是飞机空投。那飞机给你们运粮食？对呀、啊。
投下来就抢。我们那儿有一个叫老全的，就是抢大饼的时候被打死了。哎，我在部队看见春生了。春生？他也被抓了。是吗？哎，那他回来了吗？他参加解放军了。过不了多久，咱这儿也解放了。解放军真是好人呐。他照你这么说，解放军就要来了。熬到头了，这一辈子经历的事儿太多了，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啊。嗯，天都快亮了，你睡吧。回来就好。嘿，我说你小子的命可真够大的，没伤着哪儿吧？没有。好好好，你别说，你走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挺想你的。我听说那前方仗打得厉害，死的人堆得跟山一样，有这事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共产党没气。蒋委员长什么人呢？蒋委员长有飞机大炮坦克车呀，共产党不是对手。你说错了，不对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让解放军给包围了，没吃的，走不出去，自己打自己，打死不少，还饿死不少呢，都当了俘虏了，啊，兵团司令都当俘虏了。我不信，你小子吹牛的吧？你小子亲眼看见兵团司令当了俘虏了？我是没亲眼看见兵团司令当俘虏，可是我看见好多人都当俘虏了，我就是那俘虏。解放军团长还亲手给了我两块大洋当盘缠回了家。嘿，我明白了，你小子是给共产党在这做宣传的吧？宣不宣传我不知道，反正谁好我就说谁。行，行，你上车上车，来来，哎，哎，不识抬举的东西。你不是说共产党好吗？你租共产党的地去啊！我告诉你，地我不租了，粮食你全部拔走。哎，龙儿，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。我走这两年，家珍照样给你交租了呀。你说解放军好，他不乐意。那不，解放军就是好啊！还真让你说着了，我还就是不服气。我告诉你说，谁要在我面前说共产党好，他就甭想租我的地。有本事你跟共产党干去啊！我还告诉你，我他妈就是差点就当解放军了。哟呵，你还来信了？我不是想我老婆孩子，我就不回来了。我，行，小子，能，能是吧？哎呀，我叫你能，我他妈今儿全给你毁了。不，大哥，我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别碰我！富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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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队长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富贵，富贵，富贵。快富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怎么跟龙老爷打架呢？我怕他干嘛呀？解放军的团长我都握过手，人家亲手给了我两块大洋当盘缠。真的啊？我听说解放军可好了，人那才叫队伍呢。富贵，你说解放军能打到咱这儿吗？很快就过长江了。哦，哎哎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全给我毁了！别拉娘子，别动他们，别毁了娘子呀！哎呀，别毁了娘子呀！龙儿，你等会儿，老妹，老妹，娘子呀！
放手！二爷，二爷，小子，今儿我便宜你了。解放军打过长江了，过江了，过江了。你去告诉那帮穷鬼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他们种的地是我龙二的，租子一颗也不能少。谁要是不交，我扒了他的皮。是是，去，这就去。又两声啊，肯定是解放军的炮。富贵，冷仓，哎哎，你听见没有？肯定是解放军的炮。这炮一响，解放军过江了，就过江了。一过江就解放了。好家伙，这炮声真响，通通通的。哎，冷仓，解放区啊，已经分田分地了。那咱这儿会不会也分田分地啊？分呐，我听团长说，一解放就分地。真的？我满仓有地了。我也有了啊！对对对对，我回了，啊、回去了啊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你听，越来越近吧。嗯，瞧把你高兴的。也不知道孩子他外公现在怎么样了。我托人去打听了，人家说我爹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。反正只要不给国民党干就行。我现在就盼着解放军赶紧来，把咱们现在种的五亩地分给咱们。你觉得会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吧，我去看看去。小心点啊！没事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不看了，别弄得像老泉似的。越活越没胆了。你也睡吧，没补完呢。睡吧。哎呀，睡吧，先睡。快睡吧。弟弟玩去。安徽龙，大长岛村祠堂开会。满仓。开什么会啊？富贵，划成分，分田地了。那解放军会把这片地分给我们家吗？嗨，
你去开会不就知道了啊？开会了，家珍，你说解放军会把这片好地分给咱家吗？是你的逃不走。当年你爹接你走的时候，我娘就说，是你的老婆谁也抢不走。干活。哎哎。嘿嘿。啊，给你娘喝。好，先进去玩去吧。正是收割的大忙季节，大家辛苦了。今天晚上呢，请大家来是开一个会，这个会很重要。第一，咱们徐家川村委会成立，梁满仓同志是村委会的第一任村长，大家欢迎。大家的成分，并根据成分给大家分土地。什么呀？哎，什么是成分啊？成分啊，就是说你们家在解放以前拥有多少土地、多少房屋、财产，来划定你属于哪个阶级。比如龙二，那就是地主。还有，你像满仓，没有土地。在地主家当雇工，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，这就是雇农。我们党的政策就是要依靠雇农、贫农、下中农，团结中农，打击富农和地主。所以说成分很重要。别吵吵，让队长把话说完啊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没收了龙二的100多亩土地和他宅院里的所有财产，而这些财产就是要来分给大家的。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真的。你问问。哎哎，今天晚上就分吧？现在就分。现在就分。找我们怎么办？现在开始宣布吧。现在我来宣布在座大家的成分：梁满仓，雇农，分土地5亩；王喜，贫农，分土地5亩；徐二愣，贫农，分土地5亩。哎呦，二愣啊！行啊，二愣，行啊，二愣，二愣啊！许富贵。贫农分土地5亩。哎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啊！这个对于徐富贵同志的成分问题，我在这里要向大家解释一下。按照党的土改政策，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必须以46年为界限。根据我们调查，徐富贵同志在46年以后。已经没有任何的土地和财产了，所以说也是贫农。福贵，你可掐得真准啊！徐老爷可冤了，
要不今天也能定个贫奴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笑了，这是政策。定完成分以后，我们还要去分龙儿的财产和宅院。又有一只小鸡了，还是解放军好。解放军好，解放军好。大珍，一块跳啊！一块跳啊！哎呀！走，走，走。你扛，富贵啊！你看呐，那是不是咱老宅那边起火了？哎呀，是徐家老宅呀！啊，这怎么办？快救火吧！快！哎，龙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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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徐家老宅着火了。我放了。你放的？富贵，你记住了，那可不是徐家老宅，那是我龙二的宅子。你还做梦呢？走。龙二，龙二，龙二，你伤天害理！你富贵，解放军来了你高兴了吧？啊，你不是愿意跟共产党走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把它烧光了，也不会给解放军留下一颗渣。你别做梦了，走。龙二，你个畜生！富贵，你个王八蛋！咱家是贫农，那宅子不是咱家的了。现在，我们把恶霸地主龙二押赴刑场，执行枪决。带走。打倒恶霸地主龙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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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了，富贵？哎，你裤子怎么湿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富贵，哎呦，富贵，怎么了你啊？说话，你说话呀。武强，打了武强。什么武强？龙儿被枪毙了。枪毙了？他被押上山的路上，他看见我了，他冲我喊，他说是替我死的，替我死的。你看你吓成这个样儿，这想想多悬呐！要是我不把那个家产给败了，今天枪毙的就是我呀！哎呀，祖宗的坟地是选对了，祖宗坟地是选对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快起吧。从战场上捡一条命回来，今天又捡一条命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有白头发了？老了还能没有白头发？别动，别动，我赶紧揪了。哎，别管，别动，我给你揪了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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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。白头发有什么好看的？这田也分了，我想咱们后半辈子应该越来越好吧，咱们不能老得太快啊。我也不想有什么后福，我就盼着一年能给你做双新鞋，咱们一家人能天天在一块儿，我就知足。嗯，合适不？合适。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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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腿。我从战场上捡回了一条命。龙二因为烧了徐家老宅，土改队判他破坏土改成果，把他枪毙了。我想我家的祖坟是埋对了地方。我对家珍说，这下咱们可要好好活着了。我还分到了五亩地，只是陈掌柜啊，就是孩子的外公，因为卖给国民党军队粮食，被送去劳动改造了。哎，富贵，这怎么还有我脸呢？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哎哎哎，富贵，家珍，快点，还能叫起来？今天割稻子了。老师傅，有庆，有庆，有庆。来，起床了，起来了。有，今儿咱得下地割稻谷啊，割了稻谷啊，就有白米饭吃了。起床。还没起呢。以前起床了，快点起，快点起。小庆儿，
床吧。小庆儿，还没起呢，赶紧起。哎，孩子还小呢，让你多睡会儿呗。不行，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早起。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不还睡懒觉呢？那是解放前，我现在是贫农富贵，他们是贫农的后代。有庆儿，再不起我打屁股了啊！我真打了。小庆儿，快起那个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你别真打孩子。今天割稻子，割完稻子就有香喷喷的米饭吃了，劳动才能吃饭。快点！哟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有尿到茅房撒去。当年你爷爷有泡尿，得从城里憋回家里来撒。你爹不会把尿撒在裤子里吧？你爷爷才会把尿撒在裤子里呢。我爷爷不就你爹吗？你这畜生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哎，行了，爹在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你的。我当年要听爹的话，能化贫农吗？你还说呢，人村里人都说了，你掐得准，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。这叫人算不如天算，龙二那样的人多会算计啊，最后把自己算计进去了吧。冷清，快来吃饭，下地是稻谷了，快点啊。我在吃饭呢。我怕你打我。我不打你，没时间了，留着下次。慢点啊，不着急。我们刚才下河抓鱼去了，你又到河里去，你爹知道了又打你。你这畜生，让你干活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不告诉你。你肯定下河玩水去了，你迟早你得淹死。哎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哎，地主打人了！地主打人了！你这畜生，我是你爹，我不打你我打谁啊？我不要地主当我爹。别瞎说，过来，快过来，我不打你。谁跟你说我是地主的？村里人都这么说。不对，咱们是贫农，不是贫农能分地？可他们都这么说，小帅也这么说。你说满仓这王八蛋跟他儿子瞎说什么呢？小帅还说了，他娘是咱们家以前的佣人。他娘，佣人是什么？是小顺他娘说的。嗯，儿子，咱不听他们的啊，那都是咱家以前的事儿了。你记住了，咱家现在是贫农，啊，贫农不会打人的。你看，都是你打的孩子。你看他这样，能不打吗？你就不能跟儿子讲道理呀？我跟他讲道理，我还当什么爹呀我？行了，干活去吧。
了，家珍？娘，怎么了，家珍？啊，坐着，姑娘坐着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还刚去干活去，没事了，快去去，没事，快去吧，真没事，快去干活。娘，哎呀，好了，你说这是怎么了？谁知道这是？哎，来躺着，来躺着，慢慢躺着。哎，你不用担心啊。等把稻子卖了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哎，不，喝口水。不去医院啊，不去。我歇会儿就好了，没事儿。你这两天太累了。我明天我把那大公鸡杀了，给你补补身子，啊？不，那可不行哈。我歇会儿就没事儿，你赶紧下地去，你快点，别跟他们干活。那我先去了。你睡一会儿，啊，睡一会儿也就好了。等我回来再做晚饭啊。哎。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多谢啊。哎，没事。老哥，我这特意从别的村赶过来的。哎，这价格你要给合适。行啊行啊，你看着给吧，别太低价。哎，怎么，你要把稻谷卖了？这不卖不行啊。家珍看病不是等着花钱吗？那没点现钱怎么办？这一开春，眼看着粮价就涨了。你说你现在把它卖了，一家人到处吃什么？
哎，老叔，你们看看这稻谷啊，哎呀，这闻一闻香喷喷的。老兄，今年各地的收成都不错，就是等到开春，这价格也很难上得去。哎，这可是有名的贡米。哎呀，如今都解放了，有钱人都跑了，肯出大街买这贡米的，你说能有几个？哎，老兄，你自个拿个主意啊。哎哎，我卖。好，过秤，装车。小庆，这谁弄的？这是我弄的。你弄的？嗯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真不错啊！好，好好玩啊！嗯。顺子，学校老师来村里说过了，让去报名读书呢。有庆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有庆也得去，村里就你们俩是同岁，一起去还有个伴儿啊！哎，有庆，你去吗？我不知道。什么不知道啊？回去跟你娘说，就是学校老师说过了。让去报名读书呢，啊啊。